Hello，哒哒哒，听得到吗？Hello，大家安安。哦，我觉得好像需要一点音乐耶。嗯。不好意思，等我一下，因为我本来今天儿子应该要上课的，可是他刚好，有事，所以必须在家休息一天。所以等下大家可能会听到他砰砰砰敲门的声音。安安，哇，今天好多人，声音有点小嘛，来，我调整一下。这样子可以吗？安尼会使不？这样可以吼，可以，好，那我们就，哎，找不到音乐。那今天主要讲的就是一个关于轻小说产业的一些个人观察。因为先讲一下好了，因为前阵子刚好有这个需求，所以在跟朋友整理了一下这些资料，然后顺便做个简报给没有接触过轻小说产业的人听。那我想说，既然都整理了，应该也可以就是分享出来让大家听听看。我觉得应该，因为我发现，就算是同样在轻小说产业里面打滚的作家，也不见得能够理解到我提的某些面貌或者是某一些发展。我觉得蛮有趣的，所以我想对圈外人来说，或者是。只是一直在专心埋头写作的作者来说，这个议题应该对他们来而言都是陌生的吧？对啊，所以我想要如果能够趁机免费跟大家分享一下也不错。那如果大家今天想要提问的话，可以在聊天室前面打上提问的 tag。我把这个放在公告好了。为了不要影响演说的节奏，我会最后再集中回答大家的问题，而且有的时候可能大家的提问在后面的简报就会解答了，所以我们可以最后的再来讨论 Q&A 的部分。讲 话的感觉好动感，对，这就是我的皮，对，我是像素 V。Hello，Hello，好啦，像素 V 要来开始演讲了，我们就先直接进入正题好了。好的。对，挪一下。哦，这样应该还 OK。好，就这样子好了。我大概是2014年的时候。哦，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因为可能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我是谁。我是2014年的时候参加了角川的轻小说比赛，然后在2015年就是得奖之后正式出道。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没有特别关注轻小说这一块，
就是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然后但是并没有特别去追所谓的轻小说，也没有特别去收集所谓的轻小说来看，然后是一直到得奖之后才发现，就是轻小说其实已经就是在台湾就是发展的有自己一个很独特的样貌，然后跟我们平常熟悉的日式风格又有点不太一样。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直在关注所谓轻小说的这一块产业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产业。例如说他们的风格、他们的受众、他们的取向，到底都是针对于谁？然后为什么后来又有这么多人就是拿着轻小说这个名号去，譬如说互相攻击，或者是。就是说，轻小说就是卖肉啊，就是不检点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然后也常常看到很多就是上新闻，所以，那个时候自己在身在产业之中，刚好也有机会可以得到很多前辈或者是编辑的说法跟看法，所以自己可以比较稍微知道多一些，就是这些细节的背后的思考脉络。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很值得分享给大家听看看，就是所谓的轻小说到底是什么东西？那它到底又是怎么定义？然后又是怎么被传进台湾来？为什么会在现代的应该说为什么会在现在台湾成为一个青少年文学代名词这一件事？好，等一下会很高亢吗？不会不会，我很冷静。好，首先，什么是轻小说这件事情，其实到现在大家的定义都还不太一致。那其实也有很多就是不同的看法跟角度，他们得到的结论也会不一样。譬如说，有的人会觉得说，轻小说就是所谓，轻小说就是所谓推广给青少年看的小说。那也有人认为说，轻小说是用日系动漫风格去包装的小说，然后也有人认为就是，出版社说我是轻小说，那我就等于是轻小说，对，就是其实目前就是大家都还没有一个就是，对于轻小说严谨的定义在台湾这边，但是在日本这边的话，大概可以就是大概知道。主要的轻小说是以动画风格的插图，或者说是萌系插图作为封面，然后针对年轻族群出版的小说，这个是目前最大的共识。当然这不是绝对的标准，因为其实轻小说大家也看得出来，在它就是越来越发展蓬勃的那个年代下来，就是其实也有很多各种异色的作品出现。所以也不一定说动漫风格的插图，或者是不一定萌系插图就能作为轻小说，然后也不一定是针对年轻族群，因为其实现在动漫圈的受众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广，很多很多以前看动漫的现在也成年了，或者是成年人，他们也会回头去看这些动漫小，看这些轻小说，所以也不一定说是要针对年轻族群，这个定义其实是随着年代一直在调整跟改变的。那我们先回过头来说日本的轻小说好了。日本的轻小说这个名词，它其实是 light novel，它有点像是日式英文啦。对，那最早应该是在1990年，由一个叫做神北惠太的人说出了这个名词。那当时在日本那边也大概就是分为就是青少年文学这个形式。然后它的风格介于一般大众文学跟儿童文学之间，然后主要年龄是在16岁到25岁的客群为出版对象。然后在日本的动漫慢慢起来之后，慢慢就是受就是广泛之后，它某种程度上开始取代了日本的 YA，就是Young Adult，就是青少年文学。然后他们开始用动画、漫画。就是把它归类在轻，就是跟轻小说一起的区块。那我们其实常常会说，轻小说源头就是《十二国际》啦，或者是那个《吸血鬼猎人 D》。有些人说他们是最早的轻小说，可是不过，其实，在当年所谓的轻小说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基准，因为老实说，作品集数也没有那么多，所以。
那个时候大家也没有办法很笃定的说啊，十二国际就是轻小说这件事情，而是大概一直到后期，就是凉宫春日的忧郁啦，或者是那个佐野的夏娜这一类作品，还有奇诺之旅这类的作品，慢慢都随着动画改编，然后声势大涨之后，所谓的轻小说的风格才渐渐开始有一个明确的定型，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我们台湾这边也有所谓的青少年文学，但是，不管是 YA 还是轻小说，在早期的年代都还没有就是很普遍的传进来。我知道欧美的话大概就是 YA 啦，就是没有变，就还是 YA 风格。对，然后日本则是用轻小说这个字取代了 YA，大概是这个样子。对，然后其实轻小说的内容可说是包罗万象了，因为就是恋爱、科幻、奇幻、推理、惊悚等多种元素都有可能成为轻小说，然后也有很多作品就是以此为动漫画改编，所以其实有一很大的一个指标就是你在当年有没有就是漫画化或动画化。就然后像这样子的异业结合，也大大推广了这些轻小说的能见度。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自己以前在看《十二国际》动画，那个时候《十二国际》刚传进台湾来，我大概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注意到所谓轻小说这个词。那后来是一直到《奇诺之旅》啊，《凉宫春日》开始在引进台湾之后，其实台湾也才开始就是正式流行起来。然后那个时候，轻小说还没有取代目前的就是台湾的主流的那个小说。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很多人也在困惑说，诶，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然后这个风格就是有点，就是因为很日系嘛，所以也不是所有人都吃得来。有些人喜欢，然后有些人会觉得，我还是喜欢看传统的那个欧美小说或者是传统台湾小说这样子。那个时候就的确有一点点就是。读者们会受到冲击，这样子。然后，哎，我的简报，我刚刚是不是跳回上面讲了？哦，对，好。那这个简报在，这三张封面分别代表了很早期的，一个就是《十二国际》，就是大家认为应该可能是当年最早的轻小说，然后以及后来就是确定立下定义的《凉宫春日》的。之后的类似的风格都属于这个，然后还有这个就是第三张这个图片就是我们台湾的轻小说，然后维焕赤藤司写的《迷途之羊》，算是近年这几年就是热度很高的轻小说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大家可以知道，所谓的轻小说主要就是引用了日文的定义，然后以。能够让人联想起漫画和动画的角色构筑，然后添加上插画出版的小说类型。因为那时候日本的轻小说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黑白插画，非常大量的黑白插画，大概有就是6到8张以上吧。对对对，那因为这种形式在以前的日本来说也不是常有的事情，然后再加上那些插画的风格又是比较偏 ACG 的，所以大家都很自然而然的认为就是，会做出这种包装形式的大概就是轻小说了。对，然后以我们的话语来解释的话，所谓的轻小说就是以 ACG 族群为对象所出版的小说类型，也就是。不特别是不一定是所有的年轻人，而是特别有在关注 ACG 这个圈的读者群，这样子。所以在台湾的发展状况大概可以是这个样子，一个是轻小说先在日本取代了 YA 文学，这是一个开端，然后再来是轻小说这个词随着动漫开始在台湾爆红或是引起高讨论度之后，也跟着流行引进台湾，然后再来第三个阶段就是台湾自己也开始发展自己的轻小说，然后现在则是进入第四个阶段，就是各家出版社开始自行定义什么是轻小说这件事情。那台湾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把这个东西试图引进过来？其实有
有不同的时期跟阶段。大家可以发现，就是早期其实都是网络文学兴盛，然后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小说平台，像什么台论啊，或者是新鲜文学网啦、之类的。那我自己个人其实是没有参与那一些平台创作，我都是那时候我还是一个纯粹的实体书读者，所以我主要的都还是看就是那个实体书或者是一些翻译文学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的台湾的华文状态我其实还不太清楚。那我们这个部分先以日本就是引进过来的历程来说，然后首先是在2005年的时候，尖端他们试图引进了一个叫做尖端符文志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依据当时日本他们那边定义还不明确的时候，他们试图引进台湾 的风格。那时候符文志里面的作者有哪些呢？西尾维新啦、啊、武城王太郎啊，就是还有一些就是各种你觉得比较以现在角度来看比较偏向大众文学的作者，可是在当时他们其实是有点模糊的，介于轻小说跟大众文学之间。那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尖端有试着把这个东西引进过来，可是成效并不好，然后本来也有打算就是依着这个符文志然后举办相关的征文比赛，那也办了一届之后，后来也是结果也是不太不了了之，投稿率也没有那么高，然后就算得奖的作品也比较偏向于大众文学跟青少年文学之间，就是风格还有点模糊，还没有很明确，所以那个时候能够吸引到的读者其实也不多。然后后来是他们打掉重来，就是符文志其实做了三期就左右就停掉了。然后他们其实是一直到后来就是跟角川差不多同一个时期举办了轻小说大赏。2007年尖端举办了符文志新人赏比赛，虽然他们那个时候他们才开始就是试图定义所谓的轻小说应该要走 ACG 风格，不过那时候还没有完全做起来，然后也没有做得很好。然后直到2008年角川举办了第一届的轻小说大赏，那时候第一届的得奖者就是久远的英龙藏，那个时候等于有点像是在台湾就是投下了一个震撼弹，就是所有人都他的关注度很大，然后就是吸引到的读者也非常多，所以那个时候英龙藏的成绩其实是非常亮眼的。然后也因为那个之后，也因为角川举办了这个样子的大赏之后，大家对轻小说的关注度突然提高了很多，然后也因此就是有就是吸引了很多人过来，就是也尝试投稿所谓的轻小说比赛。那轻小说这样子一直大赏这样子一直举办，大概到2015年吧，也就是我得奖的那一年，刚好是第七届，印象中是第七届。然后那个时候角川轻小说大赏他们正式宣布结束，然后要改成就是所谓的角川新人王还是什么的，对对对。然后尖端大概也是在那个时候做了一个替他们的比赛做了一个收尾，然后举办了另外一个叫做尖端原创小说大赏的东西。那个时候尖端原创小说大赏他们又把自己他们所需要的那个小说风格的类型又定义的更明确了，而且每个不同的类型他们都有很清楚的说明说，这个类型我们需要什么受众，那个类型我们需要什么受众。那可是在这之后其实比赛的那个声势就一直下滑，然后其实销量也一直下滑，那成效当然也不好。然后到当时其实2015之后也陆续引来了很多就是一些争议或者是一些负面的回馈，所以到后来其实最后这些比赛都不了了之，那也没有就是也没有要再举办，然后就是改成常态征稿。角川是这个样子。那之后尖端的话最新的中间也是停了很多年，然后一直到今年2021年他们才利用他们的网络平台就是那个星球原创星球举办了一场网络的小说征稿比赛。我不确定截止了没有，可能正要截止吧。然后，OK， 好，
然后动力原创大赛那边大概也是办了3届，就后来也就停了。然后角川这边的话，新人王出了2届得奖组，然后也停了。对对对，大概就是这样。那其实整个轻小说后来也随着就是这些比赛的停办，就是稍微进入有点低谷期的状态。对。那我先说明一下哦，9月30截止吗？OK，所以还没有截止就对了。好，OK，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原创星球争霸战，是目前就是3间大出版社中唯一还有在举办比赛的地方。对。那我自己观察起来，轻小说目前大概有6种，这些类型，我一一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其实多少也参考了之前尖端他们举办轻小说征稿的时候的那个类型定义啦。对，那首先是男性向轻小说这个，男性向轻小说其实，之前角川他们也有分男女性向，那他们的定义大概就是以男性的阅读者为主，然后题材基本上不限，他们就是觉得只要你单纯设定上有趣，然后 ACG 风格明确就可以了。那当然，多半都是以男性为主角，然后也会掺杂恋爱的要素，然后譬如说就是很多的女性主角或者是后宫之类的，然后再来是女性向，女性向的话则是以女性青少年为主，而且这个部分题材大概多半是 BG 向，就是男生跟一男一女或是2男1女的修罗场，大概最多就是这样。那女性向的话，大概题材多半与青春恋爱或是校园题材有关，当然也有一些幻想要素在，对，但不过大概多半都是以恋爱为主题。然后再来就是 BL 耽美，这个我会跟女性向分开看，因为它的受众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耽美的话，其实它的女性受众就比较广，就是从年纪小到成人都有包含在内。那题材本身也很多元，目前最流行的是 ABO 的世界观这样子，对，那也基本上也是奇幻科幻什么都可以，那只要就是以耽美幻想为主的。那上面这3个，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共通点，就是这三种，这三种最大的共通点就是他们这三种类型都是为了要满足那个读者的性幻想。那就是因为其实，虽然没有明示啦，不过就是其实大概可以理解，就是，这三种类型最重要就是跟恋爱有关，或者是跟性幻想的满足有关，对，然后再来就是下面的悬疑惊悚恐怖，悬疑惊悚恐怖的话，就是以青年到成年人为主要的阅读对象，题材都是灵异啊、恐怖啊、悬疑啊，像是 Marvel 灵异版上流行的一些那个风格小说，然后就是或者是方便影视改编的为主，然后再来就是一些就是正统幻想题材，奇幻、科幻、玄幻或者是死亡游戏类型也是现在很流行的题材。那这个大概也是以青少年为主要的阅读对象，那他们会希望就是能够刺激性高的或者是幻想类型丰富的，就可能有多半一些战斗元素啦、群像剧啦或者是斗智之类的。对，然后再就是其他类型比较无法归纳的那个分类就放在这边，那基本上也还是一样，尽量以 ACG 风格包装，然后以年轻人为主要的阅读对象，然后或者是出版社自己定义为主，或者是像其他常见的一些 IP 小说合作，例如说游戏改编小说之类的，这类我会先把它归类在其他，这样子。那通常轻小说要怎么推销出去？我们其实出版社是有一个固定的商业链模式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当你小说已经产生出来之后，我们会用各种的行销包装去推销这一本小说。
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实体通路，因为ACG 这一块它的指向性非常明确，所以也有很多就是相关的 ACG 风格的店家，或者是以主打 ACG 文化的店家，就可以跟他进行实体通路的合作。那通常也可以拿到不错的资源，例如说店头海报啦，或者是那个特别大的柜位啦，或者是就是一些那个招牌或者是相关活动的，像是特别的签书会、握手会或者是打卡活动，去可以领海报啊或什么之类的。那我们因为跟实体通路可以就是有很良好的合作关系，所以通常都可以在这个地方相关的店家拿到很好的资源。那假设你今天是在一个就是比较重大众风格或是比较重视工具书的那个书店的话，轻小说可能就在里面比较没有那么多优势。对对对，那因为我们就是死亡游戏其实蛮难的哦，对啊，很难啊，对。好 ，OK， 然后再来第二个是漫画插画的结合。那就像我刚刚说到，就是这类作品常常很容易就是改编成漫画，然后或者是封面用那个 ACG 风格的人物为主，然后当然最重要的还有就是那个内页的黑白插画。或者甚至有一些作品它会反过来，它会利用一些绘师的名气，因为像有些绘师可能在 ACG 圈本身就已经有很就是已经有很多年的那个名气累积了，所以我们会反过来就是利用绘师的名气来带动作品销量。那插图的话，台湾的规格大概都是四张左右，那个尤其是男性向的轻小说一定会有插画。那女性向的轻小说蛮有趣的，因为它有点就是跟女性向的网小还有言情结合在一起，所以它的推销模式跟行销包装的方式其实是跟男性向不一样的。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女性向的轻小说，就算它外面包装的是 ACG 的皮，可是它顶多里面就是只有彩页或是拉页，然后不会有黑白插图，这是男性向跟女性向最大的差异。那男性向的话就是一定会有插图这样子，对，所以其实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台湾都是一样的，所以就导致很多人就说啊，就是为了画册去买小说，就常常会有类似这样子的那个言论。那其实的确一开始就是台湾的男性向轻小说也是为了要就是配合日系的规格引进来，所才会就是做这些行销包装。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赠品的部分，你们会常常发现就是轻小说的周边赠品其实是特别多的，像什么手刷赠品啦、海报啦、特装啊、抽奖啊，还有就是这些小东西特别多。一来是就是我们能够就是我们能够喊的一些周边商品如果多一点的话，它其实是方便回本的，这是其中一点。然后另外一点是这个年纪这个年龄层的消费者，他们本来就还蛮喜欢这些小东西，他也喜欢就是这种就是大丰收的感觉，所以会更有提高更高的意愿去消费。然后第三个就是如果当你写的是角色小说，那很多读者他其实会冲着角色去消费，所以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卖的比较好的女性向作品，他们甚至会根据不同角色推出各自的特装版，譬如说角色 A 的特装版封面，或者是专门只有角色 A 的赠品的特装版，或者是角色 B 的，这样子分角色 C、角色 D， 然后看你喜欢哪一个角色，你就去购买那个角色的相关的手刷，这样子。那这个也是角色小说的行销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就是推出各种五花八门的一些行销方式，对，来吸引读者的在意，这样子。那这些东西其实就真的还蛮有噱头的，所以就也很容易吸引就是年轻人的目光。那有了这些完整的行销产业链之后，才能构筑出我们一个台湾的轻小说的面貌。那其实我们还稍微就是比较弱势了一些，是因为在日本它还可以有办法跟漫画还有就是动画结合，然后在台湾的话，你甚至连谈成漫画化都有点困难。对不起，外面会不会太吵？
我发现我在讲话的同时，外面的人也在讲话，这样会不会让你们听不到我的声音？好好好，OK，好。OK，那我就先继续喽。那这个就是，你会发现，就是，轻小说在台湾的行销其实是非常商业而且非常完整的。它有一套就是，很熟悉，就是一个已经很稳定的操作方式。然后，甚至出版社他们可能也会指导作家可以怎么样在网络上炒人气，或者是经营他的读者群。就是，甚至就是会稍微提点一些意见这样子。因为其实年轻人他们在网络上社交就是非常，他们的社交需求非常高，所以他们也会喜欢就是能够跟作者亲近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编辑可能就会或多或少说，哎，你可以开一个粉专，然后在上面发文，刷一个存在感这样子。那我其实。也不太需要，就是实体见面会，就是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大众小说或者是纯文学或诗集，他们在发表之后，他们就会一直很需要去各地书店巡回啦、演说啊，然后就是吸引读者去听他的演讲，然后听听他谈论这本作品。可是轻小说这一边，因为他们其实有一个更完整的产业链，可以就是跃上大家的荧幕里。他们的行销是更成熟、更完整的，所以其实作者本身基本上只要专心写好小说就可以了。那剩下的部分其实出版社会帮忙处理。那如果真的觉得就是可以做得更好，或者是之类的，编辑可能觉得你这人还蛮适合社交的，你可以多跟读者互动，他们就会这样子建议你，或者是至少你不要在网络上就是发表一些可能会让读者感到就是不开心的言论，这样他们都会稍微帮你关注一下这一块，对，所以其实轻小说的作者在这一块的，是还算是相对完整的，对。可是其实，不得不说，台湾的产业走到今年来讲，真的是有点越走越艰辛的局面了。那这个东西其实不只是轻小说遇到的问题，而是所有创作产业都会遇到的问题。虽然说轻小说，大家都一直在喊苦，可是其实我们也很清楚，很多漫画家其实他们真的就是苦更久，或者是很多纯文学作家，或者是很多一般文学作家，他们其实真的都已经很久没有呼吸了。然后他们已经惨到就是连话都讲不出来的程度，所以我后来也是在投入这个行业之后，开始想要理解，就是台湾的业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自从当我得奖的2015年那一年开始，我就已经开始听见很多周围的作家前辈在说，销量越来越惨，然后读者越来越少，然后不晓得到底要怎样才能卖得好，然后原本从角川轻小说大赏可以卖出的销量，可能从5万，然后变成1万，然后是8千、6千、4千，然后到我这一届可能只剩下2500什么之类的，就是你会发现，但就是读者的消费力正在下降，然后台湾目前这边又刚好又找不出一个新的产业结合的行销方式，可以去突破这个困境，所以就只能大家眼睁睁的看这个销量不断的缩减、缩减、缩减。那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很好奇，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到底是单纯因为作者写不出好作品吗？还是有其他更多的原因在其中？因为其实我相信，不管是日本还是欧美还是中国、韩国，他们其实也一定有很多很难看的作品。只是不一定有代理进来，然后让我们看见。我们想知道的是，为什么在其他国家或是其他产业更熟练的地方，他们的容错率是更高的，他们的环境是更宽裕的。所以我后来也一直在就是打听各种角度的看法，大概可以得到以下这些结论。那第一个就是故事生产链。
台湾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稳定的故事生产链。我们不像就是皮克斯，或者是不像日本的一些漫画学校，他们其实已经慢慢产生出一套他们独特的说故事的方法。然后他们甚至也不介意把这些东西开班授课传授出去，甚至就是免费的开放就是大学课程，然后让更多的人进来投入这个故事产业。那我们台湾目前其实的确还没有一个像这样子的生产链出来，所以以至于我们也没有办法就是吸引大量的创作者，或者是生产出更大量的故事。那当然也有其他原因啦，再来就是下面的市场开拓有限这件事。台湾的市场其实说真的是非常有限的，再加上就是外国的产业成熟的 IP 进来之后，台湾的市场就更有狭窄了。那其实，在这个逐渐窄缩的年代，其实如果大家能够轻松的代理更红的作品进来，那当然就会想要代理更红的 IP 进来，而不是投资太多的成本去跟台湾的作家进行沟通啦，或者是努力产出啊之类的。其实要付出的成本是更多的，那所以就导致就是台湾的市场其实一直是有其极限的。去日本的话，语言也不通嘛。那去中国的话，中国的市场又跟台湾差异太大，所以你没有办法，就是说打进去就可以打进去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台湾市场的一个困境。然后再来就是资源整合的问题，资源整合的缺乏导致我们就是很难有一个异界合作。就是稳定的异界合作链产生，我们没有办法稳定的漫画化，或者是稳定的做出一个动画，或者是做出一套就是很能够打进大众视野内的一个资源整合，导致说小说就是小说，漫画就是漫画，我们很难就是互相通，就是互通这样子。这是一个弱势，因为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在国外很多那些成熟的 IP，就是它其实是更容易用各种媒介或是各种不同的形式，就是跳到大众的视角里的。所以这个能见度的差异也自然决定了读者的选择。他们如果今天映入他眼帘的是一个就是下了重本，然后去打大量广告的。Marvel 世界观好了，那他一定会优先选择啊，因为我对这个东西有印象，所以我就直接进去这个世界去看，这是非常合情合理的。那因为这样子的资源整合缺乏，导致我们台湾的作品能见度一直都不太高。那近年当然有比较好啦，但是这个还是我想这应该也是大家在努力的方向。然后再来就是销售数字，销售数字会决定就是作者的内容走向。这是非常残酷的事情，因为其实很多出版社他们是都会参考，就是譬如说前面的人他写了什么类型，然后卖不好，他就会跟你说，这个类型我们之前卖不好，所以你不要写这个类型，这是非常经常发生的，就是非常常在业界内发生的状况。譬如说上面有一个人他写了一个后宫作，然后就被骂爆，然后或者是销量就是非常惨淡。然后你就算提出了再好的概念，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就是放心，就是让你去写，因为他会担心销量的问题。然后或者是你自己个人销量，譬如说，你第一套系列可能卖了10,000，然后第二套系列只卖了5,000，那接下来你如果要出第三个系列的话，那编辑可能就会以你5,000本的那个销售成绩来评估你下一本的资源能够放多少。如果你本身这个系列没有越卖越好，或是你的新系列没有越卖越好的话，那编辑也就很难再就是随便你挥洒你的风格或是你的作品，他可能会开始有一些缩限，或者是开始就是希望你能够提出一些可能卖更好的题材。那这个就是销售数字会决定内容走向，或者甚至有一些就是编辑还看不出你的特色的作者，他可能就会建议说，不然你就写一些比较跟风题材，或者是你试着写一些怎么样子的题材，这个来试试看这样子。对，然后再来就是 IP 合作困境，就是IP 合作困境这个东西跟资源整合缺乏有一点相似。但是，另外一个更大的差异就是，IP 合作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得到。就是，譬如说，你可能很会写小说，
但你其实根本不擅长就跟就是影视业或者是游戏业的改编，那导致说当你跳进去沟通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或者是没有办法进行很顺畅的改编过程，这样子就会导致就是做出来的成品就不一定效果会很好，又或者是你其实。譬如说你想要转行写剧本啦，或什么之类的，可是因为小说家的思维跟游戏剧本的思维，甚至跟影视剧本的思维，其实是天差地远的。那中间你需要考量到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没有办法说跳过去就跳过去，或者是当人家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也其实在国外也经常会发生。那这个东西在台湾就是也常常就是成为一个推迟了 IP 合作的一个问题所在，然后最后当然就是薪资差异啊，这个收入其实也很直接的决定了新人想不想要跳进来这件事情。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在台湾的收入，可能到了中国之后会变成两三倍，或者是到了美国可能也会变成两三倍。这样子，那这样如果你有办法去进行选择的话，你可能不太会想要留在台湾，那所以导致就是很多人才会因此出走，这个也是台湾的发展的目前的一个困境。然后或者是，假设你今天不管写一本好作品还是一本烂作品，你都同样能够卖3万的时候，那你还会想要写一个好作品吗？这个就很看个人。就是有些人他可能就会觉得，如果我随便写，或者是我真的写出好作品，我的成果都是一样的话，那我就稳稳的，就是丢一些普通的作品出来就好了。因为反正好的作品我写再好，能见度也还是低啊。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薪水的差异，其实也直接导致了很多就是作者想不想投入这一块，或者是他们有没有办法因此刺激出想要产生出更娱乐性或者更商业性的作品。会大大的影响到他们的心态。OK，好，然后再就是目前其实我们台湾目前面对了很多就是国外的一些 IP 产业的冲击。其实我自己是还蛮有感的，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刚好他们各自喜欢看的东西都不太相同，有的他只看日系的 ACG 的风格的作品，有的他只看韩漫，然后有的他只看玄幻小说，然后有的他就是只支持硬奇幻，就是传统西方奇幻的风格。那我自己其实以前也在很多学校就是演讲过，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有跟大家进行访问，因为我也实在很好奇，现在年轻人究竟都看些什么。然后我就发现，他们每个人就是大概就，假设班上有10个人好了，大概一个类型，就是大概就是两个学生会去关注，就他们各自关注的东西都完全不一样。那我觉得这个就真的很能说明，就是台湾现在的状况，就是各家争鸣，然后，当韩国就是也在崛起的时候，其实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市场真的被很多外国的优秀产品给瓜分掉，导致我们真的没有什么空间。那像韩国的话，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是他们最近的韩漫跟他们的小说，还有他们的改编，就是非常的兴盛。那这个当然也是因为他们投注了很久的时间在扶植他们的文化有关系。我记得好像1980几年的时候吧，他们那个时候就是韩国音乐那一边，他们已经他们的商家商呃商呃忘记该怎么说，反正就是他们的那个老板，就是企业老板，他们跟政府谈好，就是希望能够以文化作为正式作为一个商品去输出。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就相信，就是文化这个软实力是有办法，就是更有效的作为一个商品去宣传的。然后政府那时候也答应，就是投注每年那个国家总预算的10%几，然后全心投入在文创产业上，导致那时候 K-pop 就是有非常多的资源可以去，就是研究该怎么样打出国际。
然后他们在这个许多年的时间也慢慢磨出了一套标准跟一套他们独自特色的风格，然后风靡全球。那所以大家会发现，最近好像哎，那个为什么韩团突然在国外就是挤下了所有外国人的那个排行榜，然后跃升第一名，或者是为什么这些韩国的电影突然变得这么知名度这么高，而且还拍得这么好看，然后你会突然发现，哎，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改编漫画突然映入我们的眼帘，然后或者是突然会有这么多的小说，就是这样，他们其实是在进行一个非常商业化、非常大量、非常细腻的操作，而且也花了非常多的时间，然后才终于走到今天这一步。然后像是波兰的，《The Witcher》巫师系列，那时候其实我还记得曾经跟那个版权代理人谭光磊提过这件事情。他那时候跟我说，哎，其实波兰的人口数跟我们差不多，而且也是文化输入国，他们也都是以国外的那个文创产品就是为主要的阅读这样子，不晓得他们到底是怎么做起来的。所以我们后来也去观察了一下，发现那个时候的确也是。波兰政府为了要扶植他们的波兰文化，希望可以将波兰文化能够复兴，然后甚至让所有人认识，所以他们就大量投注的相关的产业在里头。那个时候，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当时波兰的总统甚至拿着《猎魔士》的小说，然后送给奥巴马总统，然后跟他说：“这个就是我们波兰的国宝。”那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是有意义的啦。那当然，我不能说就是台湾必须也要照着做才可以得到一样结果，只能说，台湾应该也有可以努力的地方。对，那这个就是我们之后对要努力的目标。那其实台湾的 BL。耽美文化我觉得是还蛮有起色的。其实台湾的 BL 一直是有代理到泰国去啊，或者是越南等地去，然后东南亚地区也非常喜欢台湾的耽美文化。然后最近其实你也会发现，就是BL 的书一直都非常的就是卖得很好，然后。新人跟就是老手，其实都留存率都还蛮高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 BL 目前在台湾其实算是相对有起色的。好，然后我刚忘讲一件事情，就是自从2019年开始，其实台湾的华文原创华文小说。几乎是没有卖过1万本的。那其实大家从这句话应该就可以想象得出来，台湾的产业目前就是到底是有多么低谷的程度。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我毕竟还是一个作者，所以我要思考的还是身为一个作者，我们之后该怎么走。那目前我想到的几个方式大概是这样啦，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就是达到 IP 化，不管是影视那边或者是游戏那边，他们就是透过 IP，然后来就是请你们写小说也好，或者是你的小说反过去拿来改编成影视或者是游戏什么都好。那我觉得 IP 这个合作这件事情是不可少的，而且我们也必须要花时间下去打磨的。然后再来就是自费出版，其实不得不说，在网络文化就开始越来越流行之后，其实现在越来越重视的是个人行销，而非企业行销。你会发现很多就是个人行销啦、募资啊，就是这种小团队的作品，其实反而更容易跃上主流，或更容易。就是该怎么说更讨喜嘛，就大家的关注度其实也蛮高的，支持率也会比较高，所以其实自费出版也是一个走向。你会发现，就是连金石堂这样子的网络书店，他们也都可以开始就是宣传个人志的上架，或者是帮忙宣传你的个人志的贩售，就会发现你其实自费出版其实也是一条就是可以考虑钻研的路。
那像国外的话，他们也很流行，就是在 Amazon 上面写电子小说嘛，然后连载，然后或者是直接放在网络上自己贩卖这样子。那其实只要稍微就是包装一下，或者是稍微写个文案，其实大家的关注度跟支持率也是可以存活下来的。我得说跟很多小出版社的作者比起来，其实得到的成效是差不多的，因为现在的大出版社都还算能够稳定的给作者一个良好的待遇，但是其实很多小出版社，他们的发展其实是等于有点像是断崖式下坠的，他们的销量往往就是非常的低迷，然后能见度也非常的低，那可能在实体店家的通路可能也没有那么广，所以就导致个人行销这件事情会变得很重要，对，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然后再来就是电子书化啦，虽然我们台湾的电子书目前还没有很好的整合起来，可是我觉得电子书毕竟还是一个趋势，所以大家也还是可以多多关注一下电子书化这件事情该如何进行。那虽然我们台湾还不流行有声书这个东西，但是其实在欧美或者是在中国，他们其实做这个东西已经做得非常的完整了。尤其是最近中国就是有很多 App，他们其实是支援听书的功能。就算你是最简单的 Google 翻译也好，他们也至少要做到就是能够语音化。那这个小动作其实可以看出蛮多端倪的。那你会发现，就是电子书化其实在未来应该也会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不重。真的吗？我遮住了吗？等一下，哎呀，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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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来，叮叮叮叮叮，破除不合传言，好不好？OK，大概就是这样子。下一张是什么？我看一下。不对，不是这一个。好，然后其他还有我目前还没有办法就是确定的一些东西。那但是因为我朋友说可以就是提出来让大家思考看看或者参考看看，例如说，编辑或者应该说出版社这边会如何看待小说销量，或者是如何决定行销走向，或者是一些包装方式，而这些决策又会怎么影响到台湾的华文出版环境？其实就是稍微可以透过就是前几年的那个小说的状况去推估出来，然后再来就是华文平台在当年究竟有没有受到日系轻小说的引进而产生巨大冲击，然后产生了怎么样的文化融合这个部分，我觉得都是我自己还没有研究出来，或是还没有去思考到的角度。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其实对于台湾的小说平台跟网小发展还不太清楚，所以朋友说，我觉得他觉得我可以提出来，然后让大家思考，或是让大家分享你们的经验，这样子。被你抓到才，对不起啊，因为我刚刚专心在讲嘛，所以我没有看到聊天室的状况。好，OK。然后再来就是 Q&A 问答时间，因为我觉得我讲的有点快，有点紧张，所以可能有一些我可能本来要讲的却没讲到的。好，或者是有人想要提问的话，现在是个好时间。然后我先来回顾一下前面有人留下的提问。OK，首先是，刚刚样样有问说，熊老大知道尖端15阶吗？哎 其实我一直都有听过这个名词，可是我一直都没有记住到底有谁，我记不住。
因为我觉得只要是有在关注轻小说比赛的，应该都对这个名词不陌生吧。等下，我把这个打出来。提问：熊老大知道尖端食物节吗？啊，好笑。啊，打不出来啊，算了。我看一下有什么方式可以视窗截取好了。熊老大知道尖端食物节吗？知道，但是里面有谁我已经忘了。然后再来是谁的提问？哦，玛丽。话说我前阵子搜寻才知道有个 Popo 华文创作大赏，感觉面向的创作类型也有点像轻小说，但征文内容似乎没有强调以轻小说为题材。这边也没有看到亮熊把奖项列在时间轴上，所以如果亮熊有听过的话，想确认这个奖项性质，因为我们对于轻小说的定义还是以 ACG 圈为主啦，但是 Popo 它其实是有点。它有点承袭了早年台湾网文还流行的那个年代的体系下来，像是藤井树啊，或者是九把刀啊那类的，它其实一部分传承了这一块，所以它在女性向方面，它其实是更贴向言情吗？或者说是青春校园风格吗？它的受众其实不是针对 ACG 群的。所以我那个时候没有把它特别列上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十五节有16个也是理所当然。What？OK，然后我看看再来还有谁提问。SANO 提问，所以尖端决定出沉沙追忆，到底是为了解决产业困境，还是加深了产业困境？这个问题其实应该是想问，如果我们用解决产业困境的思维去进行出版，是不是只是本末倒置？我觉得是，但也不是，因为老实说，现在的问题也不是只有这一块而已，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整体的环节的问题，所以我不能说尖端这个做法到底是真的会影响很大，还是一点都不会影响。那我觉得，以作家的角度来看，可能或许无法理解他的用意，或者是就算理解了，可能也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支持这个做法，但是我觉得在现今的台湾的产业的状况下，我们其实真的没有时间跟精神去互相撕裂了。就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反而应该要就是对于产业就是多一点宽容，因为其实这不是个人的问题，然后也不是个人能够解决的问题，然后当然也不是一家企业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只能就是，他们当然也只能就是尽可能的多方去尝试，或者是多方面的去做各种可能性。那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最重要就是要去尝试。如果只是一直就是遵循原本的模式经营的话，对于一个产业或者是对于一个企业来说，都不是好的状况。所以这沉沙追忆这件事情，我其实是保持一个比较中立的态度啦。对，
我觉得不应该把所有的问题都指向说这个行为，或者是，对，或者是这个作者，对。然后，哦，我刚刚其实是不是应该要讲一个？王少宇提问：亮雄老师觉得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的发展对小说可能造成冲击吗？还有，我觉得最近轻小说界的产业困境比较像是全体文字的市场，在 SNS 还有 YouTube 等市场瓜分下效应，老师怎么看 ？OK， 这有两题嘛，我觉得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来解释。神经网络跟深度学习的发展，我不太熟悉这一块耶。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说的冲击是什么样的冲击？错字啊，错字没关系啦，我也会有错字啊，人人都会错字。我先说好，说我的结论好，虽然我不太确定你说的冲击是什么冲击。哦，AI 学习吗？哦，OK，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产业走到最后，文字表现本身其实不是重点，而是说故事的能力。就是，说故事这件事情，它终究 AI 或许是有一定程度的取代性，但是真正专家是不会被取代的。而且我觉得最后走到最后，其实说故事的能力本身还是最重要的，而且应该说它的可以应用的范围也是最广的。然后再来就是轻小说，哦，错字吗？轻小说界的产业困境，像是全体文字市场。对啊，对啊，确实是，因为其实在欧美，他们就是，他们也在抱怨说，新人作家只能出到一套书，就是譬如说一套三集、一套五集这样子，然后就没消息了。他们在抱怨的是这些，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台湾就是已经新人就是连出路都看不到了。那不得不说，就是对于文字产业来说，这个冲击是整体的，没错。然后再加上另外一件事情，我刚刚忘了讲，就是轻小说它其实是走在流行尖端的文字产品，它一来更贴近年轻人，二来它更贴近娱乐性，所以它对于就是整个环境的娱乐需求是非常敏感的。就是走在这一块的作家，他们需要非常敏锐的知道年轻人的喜好是什么，然后他们可能会喜欢些什么，或者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满足他们的需求。所以其实，YA 或者是说就是娱乐小说，其实他们是非常重视这一块的。但是你在这一块做得越高，你会发现你也越容易跟其他的那个娱乐媒体瓜分掉，例如说，影像类的东西，尤其是最近一些就是影视平台或之类的。因为老实说，比起文字，图像跟视觉还是更容易就是影响，还是更容易让读者吸收，也更容易刺激。因为你文字的话，你只是视觉跟大脑思考的，就是一个单向的刺激。但是当你在看电视的时候，你同时眼睛看之外，你还有听觉。然后这个刺激是更丰富、更多元的，所以视觉这个东西，我们不得不承认，它终究就是比纯文字还要更有效的传播讯息，然后也更容易勾起就是读者对刺激性的满足。
所以其实我们也常常在说，轻小说这个产业，就算走到最后，也还是很容易会，如果你不试着去 IP 化的话，你还是很容易会被很多影视化的东西给取代掉。那，哎呦，救命哦，我的儿子！没有，没有人。我只是个无情的演讲机器。我是妈妈。对啦，对啦，我是妈妈。对啦。啊，等我一下啦，妈咪还在演讲。好，刚刚后来玛丽有提问，追问一下，前面有提到在日本轻小说算是取代了 YA 小说，所以日本现在不存在 YA 小说，我觉得不等不到不存在的程度啦，只是它会以内需优先而已。所以，我不知道。这可能要更熟悉日本产业现况的人，啊，救命啊！啊，他要攻破门了。哎呦，救命哦！不好意思，让大家受惊了。我觉得 YA 这个词应该还是存在于日本的，只是实际上占多少比例我不晓得。就像台湾也是有一部分。一部分就是轻小说，一部分定义为青少年小说之类的。对，这可能要对日本比较熟悉的人，我觉得才比较能够答得精准一点。对对对。像国外他们也开始就是有在就是亚洲文学出现啦，或者是对对对，说不定。然后日本的漫画，他们也不叫 comic，他们叫 manga，我觉得就是有点类似的现象吧。然后，日本逛书店是真的没看过，我觉得这是好问题，我觉得。以后有机会去日本旅行的话，可以注意一下。然后再来就是台湾原创跟台湾文化是不是应该分开进，是不是应该分开进行？我觉得。的本来就是目前本来就是分开进行的啦，我只能这么说。对啊，对作者来说，好故事就是好故事，它没有分台湾文化的，或者是不，对对，对我来说，只要是台湾人写的东西，都是台湾文化。那就算你写的再翻译腔也一样。或者是你写的再日系腔，其实我觉得那终究都还是台湾的一部分。对，那如果你要说的是有没有刻意朝台湾本土这个东西去推广，我觉得，
我觉得政府可能有吧，我不知道。但是对对企业来说，对商业来说，没有这个东西，就是卖得出去的东西就是卖出去的东西。商人就是这样，没有啦，不是，不是这个意思。然后想请问老师，台青在2010年左右，像是《恶镜岛》之类的本土作品都销量不错哦。对啊，对啊，对啊，为何过了10年越来越衰弱？越来越衰弱，我觉得就是各种原因吧。就是我觉得其实台湾他们一直没有一个强大的，就是我要以外销为主的一个野心或者是一个目标。因为其实我们还蛮安逸的，在享受外国优秀的作品进来。那其实不管是作者还是读者，其实我们都还蛮就是习惯这个状态的，所以导致当外国他们就是越来越强调文化输出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当我们台湾意识到的时候，其实有点反应已经有点慢半拍了，有点来不及了。就是这个东西要投入要强势，其实都是需要时间的，需要不只需要时间，也需要大量的资源。那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大家就是在这个内需的部分，就是蛮安逸的，然后想要突破也找不到突破口，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前面的那些困境，其实你会发现它分别是各个不同环节跟不同角度的问题，有的可能是政府的问题，有的可能是作者的问题，有的可能是出版社的问题，有的也可能是其他相关产业的问题。那像各方面都出了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只修补其中一块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其他部分都是坏的。所以这个只能说，就是我们不得不说，现在状况的确是还蛮尴尬的，对。然后再来是鸭鲁，举鸭鲁，举鸭鲁。近期有几位老师做了游戏的创作，不过游戏产业的编剧依然很缺人。作家跨界通常会有什么顾虑？我也不知道游戏产业有觉得自己很缺编剧吗？因为其实对游戏产业来说，游戏产业其实又要另外一回，我们又可以开另外一个题目来看。我简单讲一下好了，现在的游戏产业大部分都没有，就是都是小团队在做啦，应该这么说。简单来说就是小规模，就是工作室小规模，然后独立游戏比较算是台湾目前主流。那真正在稳定产出游戏的大公司其实是少的。那这样子就导致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成本问题。在成本有限的小团队下，你要怎么尽可能的去控制那个成本，来完成游戏？因为游戏其实说真的，它非常烧钱，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钱才可以去完成一款游戏。那文字在这个情况下就显得是最容易控制成本的一块，也就是说，如果制作人能够自己下去写的话，他就会应该会优先自己下去写。我们不太会考虑，就是找一个外包，或者是找一个正职的编剧进来，因为说真的，游戏的本体还是系统，还是游戏本身，就是游玩性啊，跟系统本身。那也因为规模的关系，导致成本一直没有办法提高，那就表示预算有限。那这个情况下就变得，就是编剧常常往往是第一个会被 cost down 的职业。所以说缺人嘛，我其实也不知道到底有多缺，我也蛮好奇的，就是对，但是最近台湾的游戏业
在我眼里看起来算是还算稳定的啦。对啊，虽然我常听到游戏业在哀说，他们也觉得自己在面临黄昏，他们是黄昏产业这样子。对，我不知道哎、欸。然后，至于作家跨界通常会有什么顾虑？就是你可能思维上没有办法转换，因为其实写小说的时候，常常会把重心放在旁白还有描述上，这些都是很大一块去补足气氛的东西。可是，其实，在游戏写作上，你通常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还是角色的设定、主线的节奏。然后还有对白，最常用到的还是对白。那这个东西，当然也考虑到，就是你一款游戏，因为你游戏有很多不同的类型嘛，每个不同类型的游戏所需要的文字呈现方式又不一样。那就表示说，譬如说我今天是那个射击游戏，或者是一个一般的 AVG， 或者是一个就是独特游戏系统的作品，它所需要的故事节奏、故事架构、故事规模，还有它的文字表现方式都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东西不是一般作家认为，就是我就是抱着写小说的心情跳进去就可以转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也可能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跨界的同时，就是你自己本身也要喜欢游戏，然后能够去理解游戏需求，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你能够团队沟通，因为做游戏是 teamwork， 它跟作者跟编辑之间一对 one by one 是不太一样的，它需要大量的沟通，需要大量的开会，需要跟各个不同部门的人去理解彼此。那这个东西其实非常取决于你的沟通能力。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希望说自己的故事的人，然后不太想要就是配合别人的需求去调整自己的话，可能就不太适合去做游戏。好，然后还有其他问题吗？哦，感谢小精灵的帮助，我看到了。可以补题吗？虽然跟题目没什么关系，但是想知道思考时可以边做什么事边思考。哎，好问题，我也想知道。因为思考本身是个非常耗专注性的，非常消耗专注力的行为，所以而且又取决于你能不能够一心多用，你是不是一个可以多工的类型。像我自己就是完全无法多工的类型，我一次只能做一件事，实况的时候我就只能专心实况。所以我自己是尽量就是不需要思考的前置作业或是一些点子累积的工作，我可以放在平常的时候做，然后真的需要思考的时候，我还是会让自己静下来，或是有一个空间可以去沉淀那些想法。然后对啊，我觉得洗澡的时候真的是个很好的办法。因为洗澡的时候会让你就是身心灵都放松，啊，放松的时候就反而又更容易文思泉涌，对啊。欸，下面有人回答说什么推荐工程师的黄色小鸭开发法。黄色小鸭开发法，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也可以去查一下，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哦，小黄鸭除错法。
OK，好，还有其他问题吗？因为我刚，我重看一下聊天室好了。对不起哦，因为刚刚好几个人，我都没有跟他们问候到。R 指定作品是指 R18 吗？因为 R18 其实最近成本回收率还蛮高的，所以大家也，而且那而且我觉得写得好看的 R18 文本表现其实也是蛮吃功力的。那在这个高回收率的前提下，我觉得大家也比较愿意去找编剧来做。然后我记得什么，日本好像前几年也推出了一个什么新小说的一个名词定义。想要将传统实体出版的轻小说跟网络上的轻小说区分开来。不过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最后就是出版社说是就是了。之前我跟那个居月也是讨论了很久。就是到底要怎么去理解这个所谓的定义这件事情？那我们就是觉得量够大的东西，它自然就会定义出来。就是只要等它的基数一定够、一定程度的能够被大家记住，那它就会变成那个样子。那在还没有达到那个基数之前，目前的确是有一点就是各家要怎么说就怎么算的状态。而且这个东西，名词这个东西，本来也就是会随着时间一直改变它的定义。哼，刚有人提到死亡游戏类型，感觉就是下一个泛滥受灾户。哎、欸，可是说真的，我觉得那个真的不好写。我童年的那个得奖者海犬嘛，他就有跟上当年的那个风潮，然后写下就是，其实那也是他擅长的风格，我觉得就是蛮厉害的。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要好好设计那个轨迹，真的不容易。然后，Readmo，对啊，大家有在买电子书吗？有在买电子阅读器吗？刚有人提到，以行销来说，正确的行销是把产品卖给会喜欢你产品的人。所以，一方面来说，培养自己作品线的支持者，本来就是正确的做法。这个蛮有趣的。你知道那个诚品的老板啊，他前几年他就曾经说过，他们在卖书，他们不是卖给喜欢书的人，而是有可能会喜欢书的人。他们是想办法让不买书的人对书勾引起兴趣，然后去阅读。他们努力在做的是这件事，因为你喜欢书，你本来就会去买，你不会因为它的包装，不会因为它的赠品，不会因为它的噱头而去，才会去看它，你本来就会去看它。所以商业行销的包装一直都是如何想办法打到圈外，如何有想办法容纳更多的受众。然后，并且维持基本盘这样子。
后还有什么？我看看。好像差不多就这样了。电子书，我现在也是几乎都买电子书了。对啊。一直折价，一直买。所以最近的确也会发现书本有精品化的趋势啊，就是最近引进来的一些日漫也是很重视那些正品的宣传。还有正品的质感，对对对。对啊，回过神真的发现自己在电子书花了不少钱，买爆。哦，小鹿的实体书可以多功能，为什么小鹿的实体书可以多功能？对啊，对啊，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很希望，就是大家台湾的电子书可以赶快做起来。嗯，哦，如果有人想要分享你们的观察的话，我觉得也是很欢迎的。接电子书这样。安安，英勋，下午好，我已经说完了，我说得很快，所以我说完了。如果看一下，大家如果还有其他问题的话，现在都可以讲。那没有的话，就差不多可以收尾了。这影片会留存，会，所以欢迎大家随时回顾。请问大哥什么时候给我显卡？去问你大哥啊。剪辑版哦，我看看有没有办法剪，应该可以吧。后面，不然就是我做那个目录标签好不好？可以帮助大家跳跳来跳去。看重点哦，是觉得什么样的推广方式对小说的销售是最有帮助的？哦，诶，都什么样的方式哦？IP 影视化，我其实不敢说，因为现在大家都还在摸索中，有各种方式。那每个成功案例也不一定能够套用在其他作品身上。那也有人说，影视改编小说
销量根本没有带起来。那但是也有人说，自从改编影视化之后，该卖的书也都跟着大卖了。像最近那个斯卡罗，他就成功带动了《傀儡花》原著小说，然后还有相关的一些书籍。那这个就算是，但是能够成功带动到多少，我其实应该说带到多少算成功，这个部分我也没有办法，我也没有办法定义。所以，反过来说，什么样的推广方式对小说最有帮助？制作 PV 我觉得受众有限了，然后找 YouTube 打书或许会好一点，但是这些成本其实都是非常高的。老实说，我觉得蛮尴尬的，就是你这些宣传的方案其实往往成本都比你小说的获利还要高出很多很多很多，但是它实际上的效益是要打很大折扣的。对，就是除了市场以外，出版社减少也很影响。像之前提到的先王倒了，比尔微像整体缩减很多。我觉得出版社策略一直都在改变，而且出版社一直都有他们活下去的办法吧。先王倒了之后，好像有蛮多出版社接手，不管是编辑也好，还是作者也好，其实也不能完全说是。只能说那是一个整体环境状况吧。对啊，然后现在三日月他也就是做了蛮有声有色的，但是在前几年他也是作品的关注度也一直不大，所以我觉得整体环境。而且现在有蛮多出版社他们会直接代理外国，他们不一定就做原创了，那他们还是活下去。有人提问说，我发现台湾小说的优势之一就是不限题材、不限新三色。哎，对，因为看到中国那里反而要卖来台湾或是破破出版是吧？对啊，对啊，对，我觉得这个也是。BL 为什么在台湾就是还一直活得很好的原因？活得多好我不敢说啦，对，但是台湾的确是一个对外国来说非常好卖的一个宝地。哎，对的，刚刚千晴有说到，先王岛比较像是时代的改变，对对对对，啊，我知道啊，我知道你是公爵 ，Hello， 公爵。OK， 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就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咯，然后再把影片处理，再重新放上来。我儿子在开车吗？对，我儿子在开车，他是老司机。日角会利用旗下资源，会啊会啊会啊，一个资源够多的企业，他们一定要做这样子的，对。好啦，谢谢大家，辛苦了，谢谢你们。之后如果还有其他问题的话，都可以去粉专或是脸书找我，或者是等我影片放出来之后，直接在下面提问也 OK。谢谢大家。